就掉下去了，就这个人，袜都脱了，一个也没拿着。没有，我刚才他放了一下绳子，我算好的距离，到我这儿他又松了一下手，他又这样了一下，嘣，给我碰上我。我是拿碗往回干了，脸上了。目前第一轮暂时领先的是蔡徐坤，有9瓶 MC。我知道了，这拿完啊，得看一眼。哎，我是拿完就站起来了，正好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换上七哥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七哥的风格是怎样的啊。来，七哥，来吧，展示，七哥展示一下。展示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！ 超级无敌大摆锤啊！这是。哎呦我去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很可怕，他有点视觉上的恐惧。不是，那后边的就随便拿呗。哦，七哥，你就按着这高度甩啊，我就直接就过来。勇夺 MC 第二轮，请大家准备。 3、2、1，我去！我的天哪！老看我们这边干啥？你转过去啊！哎呦我去！ 手摧花，七哥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 好，这个轮到